主料豆角500克，猪肉2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生抽、食用油、葱、姜、香油、13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豆角洗净必用，豆角切末备用。猪肉血加入葱、姜、生抽、香油、食用油、盐调好，加入豆角搅拌均匀，面皮包好肉馅，包成饺子的形状，加入蒸锅中蒸20分钟，出锅即可。成品图，烹饪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